现在没主，我们一切所行所为都为荣耀神而行。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，让安姐妹将神的话牢记在心，也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来祝福神所差遣的仆人使女，来赢得征战的得胜，来靠主，来荣耀主的名。我们一起来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荣耀归给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主，平安归给行在神旨意中的人，平安归给行在神旨意中的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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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